据国外媒体报道，贾斯汀·比伯与海莉·鲍德温已于当地时间周六晚订婚。而据塞琳娜新闻官方推特表示，当比伯和海莉订婚后，他正在和朋友们在一艘游艇上度假。从发布的图片中可以看到，塞琳娜·戈麦斯惬意地躺在椅子上晒太阳。尽管彼时比伯和海莉订婚的消息已经传得铺天盖地，接受外媒采访时，塞琳娜的闺蜜表示，当比伯和海莉订婚的消息传过来的时候，看上去并没有带给塞琳娜震惊的反应，她还是一如既往的与朋友们玩耍。毕竟比伯和海莉高调的交往了那么久，对此消息大家可能都有了一种心理准备，包括塞琳娜。前一段时间网传比伯和塞琳娜复合，而且还有实锤照片，现在和海莉就求婚了，是什么情况？值得一提的是，比伯与塞琳娜之间的分手有很大程度的原因是由于塞琳娜的母亲反对这段恋情，相反海莉·鲍德温他的父亲却是截然相反的态度。